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 ，A B C D 是皮影式边形，他要求角一跟角二，那角一等于这个角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角加这个角180，这个角加这180，所以这两个角一样。角一哈，就是实际上就是角 C 啊，等于角 A 等于110度了。然后再来的话哈，那这个是110嘛？这110的话哈，它出来这几度啊？这三个角加起来180，所以的话呢，就180哈，减掉多少？这两个加起来是142，38，所以这个角是38。那这两个角是内错角。这两个互相平行嘛，哦，这个两条线互相平行的话，它内坐角会相等，角二的话就等于多少呢？就等于38度。